恋不信七尺安藏，唯若女子作榜样，行合经好强，杀杀不退让，标志胜枪，寸条无地正义章，叹未关刀，含寂寞无岸，真壮士那日奉献共流浪。理想共并肩，对敌亦硬仗，穿境无情，爱是白伤，铁腕勇闯命途茫茫。好，好啊！我哋少林有呢啲咁嘅传人，老衲真系大感安慰。你不但将少林嘅拳术发扬光大，仲创出一套咁实用嘅拳术添。我哋少林嘅声威一定可以重振。多谢师叔早你夸赞。你能咁谦虚，真系难能可贵。少林嘅基业就要靠你哋啦。我一定会尽力去做，唔会令你失望嘅。陆阿才，师叔，你就带佢翻少林寺，将呢套拳术传授俾少林嘅弟子，仲将呢套拳谱记录喺罗汉堂之中。师叔，我今次入京啊，仲有好多事做，我谂暂时都唔可能带佢哋翻去少林寺。其实我哋呢一次入京，主要系对付和珅同埋佢嘅仔。你哋对付和珅？冇错，佢哋两位同我哋一样，同和珅都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哋同和珅有过节咩？当日和珅滥巡，我爹啱啱上演紧一套讽刺和珅嘅戏，点知就下令杀晒所有戏班嘅人，同埋火烧戏棚。我发誓，我唔会放过佢。原来你哋同和珅有咁嘅恩怨，咁你呢？我唔怕讲俾你听，我爹即系梁伯涛将军。你系梁伯涛将军嘅公子。梁将军嘅事，老衲都略有所闻。诶，啱啦，呢度有一个人，你一定要见一见。拜见十五阿哥，各位无需多礼。等老衲同十五阿哥引见，呢位就系梁伯涛将军嘅后人梁世显。你就是梁将军的后人。梁将军当年南征北伐，为我防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可惜他为奸臣和珅所害。和珅这个人真是十恶不赦。十五阿哥，原来你和我们都是一样，大家同仇敌忾，如果有你的帮助，我们一定可以对付到和珅。可惜我现在自身难保。十五阿哥，你究竟有咩困难？十五阿哥被和珅陷害，话佢杀死咗同胞兄弟七阿哥，所以要匿埋喺本寺暂避。原来十五阿哥亦都被和珅所害，就算我哋有佢罪证，都系冇用。你哋有和珅嘅罪证？系，我哋有个朋友，佢阿爹以前系做官嘅，因为得罪咗和珅嘅仔，满门遭祸。不过他留下了同和珅贪污枉法的证据。那就好了，有和珅的罪证，我就可以对付他。十五阿哥，你现在打算怎样？我要入宫。入宫？十五阿哥，听师叔说朝廷已经通缉你，你还要入宫？没错，
既然有和珅嘅罪证，我就唔怕。我要入宫见父王，向父王表明一切，以示清白。但系如果你真系入宫嘅话，咁好危险噶噃。你放心，而家有你哋咁多位高手帮手，而且我哋宫中都有内应，应该冇问题。神马哥，佢大师，只要你哋准备好啲罪证，当我见到父王之后，一定可以将佢绳之于法。上面有克扣粮饷同埋税金嘅连月日，再加上有和珅签收嘅印章，证据确凿，唔到抵赖。今次有啲证据，和珅跌落黄河都洗佢唔干净。神马哥，你用咩方法入宫见皇上？你哋放心，一切我已经准备好晒。参见神马哥。萧公子，起身啦！我叫你办嘅事办多晒未？已经办妥。咁多来时嘅衣服，十五阿哥系咪打算打扮成太监唔问入宫中？大师真系知我心意，因为每日过咗午牌时分，宫中嘅太监都会出皇城外边购物或者游玩，只要有令牌就可以出入无阻。嗱，呢啲就系通行令牌。既然系咁，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乔装出发。好，你哋虽然乔装打扮，一切行事要小心啊！是师叔。喂，咩限聚？呢个令牌系边个噶？系我噶。乜你咁唔小心噶？你哋系边个工人嚟噶？我哋系慈寿宫嘅人，麻烦晒大哥你，唔该晒。慢追，你抬高个头俾我睇下。呢位大哥，咩事啊？你冇多事啊？有啲咩人？十五阿哥，捉人！十马哥，你都去见皇上啦，你都交俾我哋。边个？奴才参见皇上，参见父王。十五王爷，你点解要杀害皇兄？做的藏起嚟啊？唔通父王相信神爷做埋啲咁丧尽天良嘅事？但系，父王，我系俾人陷害噶。神爷一向嘅为人系点，父王最清楚嘅。而且我同皇兄嘅关系又咁好，又冇利害冲突，我有咩理由对佢下毒手？做咩啊？你哋系咩人啊？父王，佢系神爷嘅朋友啊，请父王下旨叫我哋停手啊！嚟停手，离翻出去先。呀！拜见皇上。皇上，小人等惊动龙颜，求皇上恕罪。父王，呢位梁伯图将军嘅遗孤梁世显，你哋起身先啦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小人梁世显，愿皇上英明主持公道，为我父洗雪沉冤。父王，呢度个个都系俾和珅迫害到家破人亡，所以特登护送神爷入宫，向父王你申诉冤情嘅。严姑娘，有冤情即管向皇上申诉啊！皇上，小女子本嚟戏班出身嘅，因为上演一套讽刺和珅嘅戏，惨遭和珅屠杀戏班，我父同埋戏班所有嘅人都无辜被杀。皇上，小人系少林寺俗家弟子陆亚才，少林寺嘅秘笈俾和珅偷咗。相信皇上已經很清楚，小人曾經聯同幾個師兄弟將秘笈搶回嚟，但是和珅佢死心不息，
在西藏请了个密宗高手，联同大军杀上西禅寺，打死了我的师兄三德和尚，还杀伤了很多同门的师兄弟。和尚，和珅为了一己私利，罔顾百姓生死安危，请你主持公道，以正国法。父王，这里每一件都是和珅迫害百姓的证据，父王你不可以再纵容他的。父王，这里还有和珅和地方官员贪赃舞弊的证据，请父王你过目。父王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和珅少部分的罪证，如果彻底向民间调查，相信罪证比他多千百万倍。和珅，你实在太过分了。还有神儿今次遭人嫁祸，相信和珅憎恨夏儿，所以派人杀害夏儿，谁知阴差阳错误杀王兄，所以他就将罪名推在神儿身上。父王，你可以知道和珅这个人是多么阴险毒辣呢？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父王你不需要再犹豫了，和珅这个人已经十恶不赦，如果父王还不将他正法的，这帮无辜的百姓忠良之后一定会奋起反抗朝廷。皇上请主持公道，以正国法。你们不知道了，和珅现在在朝中权力又大，党羽又多，就一旦将他正法的，只怕佢真系叛乱嘅时候，咁朕呢个王朝就保唔住噶啦。父王，究竟而家边个系皇帝？请恕臣儿直言，和珅今日够胆颠覆朝政，都系父王一手纵容佢嘅。父王如果早攞出皇上嘅尊严嚟镇压佢，根本就唔会有今日嘅局面。都系朕嘅错。都是朕年老无能，容辱怕事。父王，难道你忘记了你当年南征北伐、文治武功的丰功伟绩、豪情壮志吗？父王，只要你拿出当日的豪情壮志出来，区区一个和珅又算得是什么？父王，你一定可以的。皇上，希望你一定英明領導朝綱，將和珅和他的狐朋狗黨一網打盡，肅清朝政。皇上吉祥，眾卿家平身。謝皇上。未知宣召奴才上殿有何分事？朕今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与国卿家商量，宣十五阿哥上殿。宣十五阿哥上殿。宣十五阿哥上殿。原来皇上已经缉拿了七阿哥的凶手，其实这件事使乜皇上亲自处理啊？只要吩咐一声奴才做咪得咯。呢件事朕自然会调查清楚嘅。至于今日，朕是为了另一件事而宣他上殿的。臣儿叩见父王。平身。谢父王。十五阿哥你都算神通广大了，杀了人还够胆来上朝面圣？讲到神通广大，瞒天过海，杀人放火，贪赃枉法，我就不及你了，和珅大人。你十五王爷，你就向朝中文武百官宣读他的罪状。是父王。罪臣和珅下跪听罪。大胆，罪臣和珅为官不正，贪污舞弊，残害百姓，罪证如下：南方天堂，皇上下旨赈灾，和珅从中克扣灾银，致令两港灾情扩大，民不聊生；梁柏涛上朝奏表，反遭其陷害，
慘被滿門抽斬，和珅罪大惡極，天怒人怨。和珅，你認唔認罪？和珅為一己貪念，偷取少林寺70余節忌秘笈，為達目的，殘害少林寺中人，為壓止民怨，竟然加害百姓。紅圖班上上演諷刺劇，竟遭其殺戮，棄班中與無辜等人百餘人，慘遭其毒手。和珅勾結各府官員，貪贓罔幣，欺凌百姓，罪證千宗百件，不能盡訴。為止天怒人怨，以順民情，應該將佢重重咁加罪。和珅，你仲有冇説話好講啊？皇上，如果奴才係有罪嘅，咁皇上你就第一罪人。你大膽啊！皇上，頭先岑阿哥所講，每一件事你有邊件事係唔知道？有邊件事唔係你命令奴才去做嘅？就好似梁伯濤被斬嘅事，唔通你真係唔知道？你亂講！講起貪污敛財，咁皇上你亦都係同流合污。你試問？宮中千百件經皇上御覽嘅書畫府碗，如果唔係奴才收刮得嚟，唔通係天上面跌落嚟噶？和珅，你仲喺度狡辯？呢啲就係你貪污嘅罪證。冇錯，你哋全部有我嘅印章，但係歸根結底，唔多唔少都流入皇上嘅國庫。如果奴才真係有罪嘅，咁我亦都請皇上下罪召紀，請父皇下旨，將佢推出嚟斬首，以正國法。奴才死不足惜。如果皇上真係將罪推卸喺奴才身上嘅，咁只怕皇上你就更加不得人心啦。你請皇上下旨。你和珅，朕有過失。朕對不住黎民蒼生，但是你罪無可恕，朕要貶你為庶民，更要將你的家財發還給百姓。啊！你要罷我官？是。好，就等我和珅做你的替死鬼。臣等請皇上收回聖命。你哋，唉！皇上。和珅大人雖然有罪，但係替皇上立下不少功勞，只要三軍過，七軍勞，便功能補過。臣等唇亡齒寒，亦不願做官啦。你哋，王啊！算啦，今日嘅事，容後再議。退朝。皇上都冇乜事噶啦，你安心休养啦。嗯。太医啊，父王点啊？唉，皇上而家急气攻心，忧郁焦虑难解，故此心中亦都有股逐闷之气难消。我睇都怕要休息调理一排先得。快啲同父王处方。好嘅。父王，冇事嘛？沈王爷，你见到啦，朝中嘅文武百官个个都系和珅嘅党羽。而家和珅嘅势力已经壮大咗。父王爷家对佢真系冇晒办法啦。父王啊，你休息下先啦，唔使咁操心啊。朕只恨当初太过纵容佢，到而家想话将佢惩罚，真系谈何容易啊！沈王爷，父王而家真系好后悔。父王，唔使灰心啊！对付和珅，父王而家真系无能为力啦。
如果要對付佢嘅，你自己作主啦。陳大人、何大人，唔好客氣喎。今晚能夠同大家一齊飲酒，都係全靠咁多位喺皇上力保嘅功勞。嚟嚟嚟，黃某敬大家一杯。飲杯，飲杯，飲杯。升嘅，升嘅。和珅大人，唔係咁講嘅，我哋無非為著自己前途着想，又請皇上收回成命嘅啫。係啊，一旦大人罷官，我哋個個變咗冇咗個靠山，真係朝不保夕。將來追究上嚟，我哋都唔掂啊嘛。我哋一向合作無間，將義己排除，先有咁嘅局面。嗰個昏君想對付我。冇錯啦，所有軍政大權已經喺我哋大人手裏邊噶啦嘛，佢咁做無疑以卵擊石啫嘛。不過嗰條刺如果唔除呢，啊，我梗係唔舒服噶。係啦，大人你係話十五阿哥啊？係啦，上次我已經令到佢走投無路啦，嚇點不知佢又可以走翻出嚟喎。啊，大人啊，聽講呢一次又係護國子包庇佢噶噃，又是那班秃奴啊！系咯，上一次他哋中了毒之后，谂住佢哋冇能力反抗噶啦。啊，点知呢一次居然仲帮十五阿哥添？系啊，呢班人啊，始终系我哋心腹大患。放心啦，我一定将佢铲除嘅。你啊，多派人手睇住佢哋，有机会就将佢哋全部消灭。卑职知噶啦！嚟嚟嚟，唔好咁扫兴。系嚟嚟，饮杯饮杯，升嘅升嘅升嘅。你叫我哋嚟有咩事啊？阿爹嘅事，我谂你两个都知道啦。但系佢降服齐天已经冇事啦。但系你哋发唔发觉，其中有啲事系我哋疏忽咗嘅？公子意思系喺十五阿哥所就阿爹嘅罪状之中，有梁柏图嘅事，亦都有红桃班嘅事，更加有黄知府同阿爹贪污嘅罪证。梁世谦，佢哋。冇錯，我懷疑佢哋已經同十五阿哥接觸過。咁我哋應該點做咧？我哋唔可以再守株待兔啦！你哋四出查探一下，等我嘅龍象波野功一練成之後，我就要報翻嗰次嘅一戰之仇。係。大姑有咩帮衬啊？阿婶啊，请问你和珅大人嘅府邸喺边度啊？呢个边？唔该。做乜嘢啊？唔该，呢位大哥，我想揾人。揾人揾边个？请问有冇位马宁统领喺度住啊？又系讲咩嘢？你唔使嚟啦，好多女人嚟揾佢，佢都唔见噶。唔系咧，我乜嘢啊？佢家唔喺度，喺金陵茶馆饮紧茶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啊！
春花，你冇事啊嘛？你点解会嚟到呢度嘅？我先走先。你都唔知道我挨咗几多艰难辛苦，先至走到嚟啊！真系脚都行跛，差点命都冇啊！系我唔好。梗系啦，如果唔系因为你，我点会向绿雅菜处走出嚟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做咁多嘢都系为咗我。你都唔知道。我挨了几多饿，都唔肯变卖你送俾我呢只玉鸭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知道就好啦。以后你要好啲对我啦。得啦，如果我马玲有负你金春花嘅，天诛地唔准讲。你始终都系锡住我嘅，嗯？梗系啦，如果唔系。我怎会走来跟你啊？我今次见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梗系没事啦，我怎会有事呢？你知不知道陆亚彩他们来了？我知道。我临走之前听到他们说要走来杀文敬德和你们的。你傻？这里是我们势力范围，他们来杀我们，我要找他们出来就真的。师父，我出招了。嗯，嘿。好，估唔到你短短时日可以学到我啲真传啊！都系多谢师傅你悉心教导啫。嗯，起身啦。多谢师傅。虽然你天资聪明，武功底子又好，但冇乜理由咁快可以学到我啲龙象波野功噶。可能佢曾经收集少林嘅易筋经咧。师傅嘅密宗武功同少林武功都系原出佛家。雖然各有所長，不過源流都是大同小異。可能我曾經收集少林的易筋經，所以學起龍象波野功上嚟就比較易上手。嗯，啱，你講得冇錯。只要咁睇法，少林寺的武功不可以就咁忽略。好，我就翻去慢慢研究你俾我的秘笈。嗱，你喺度慢慢嚟啦。係。你两个又嚟做咩？我哋要见公子。我话过教武功嗰阵时，乜嘢人都唔准入。我哋有事要同公子讲，有咩事都唔准入。喂，你唔好蛮不讲理喎。我系蛮不讲理啊，点啊？不自量力，好咁得戚。啊！喊乜唔服？唔服可以再打过。不过今次我唔会手下留情嘅。我哋走。是啊，我哋是打不过，不过我哋可以自取。你意思是冇错？你不是见翻陆亚彩老婆了咩？春花，嗯，我哋就安排向你调金屋。
我喺茶馆卖唱，唔得。又唔系真系叫你去卖唱，只不过叫你去引陆阿彩出嚟，等我捉住佢，有机会立翻个大功咁啫。哦，你就立功，我就要去冒险。陆阿彩如果再见到我，仲唔将我碎尸万段咩？我唔去。咁你真系唔肯帮我？好啦，咁算啦，算啦，算啦。不过以后咧，你话想咩荣华富贵嘅日子咧，就冇机会啦。哦，我唔帮你，你就唔理我咯噃。唔系啊，而系你唔肯帮我，我连而家个一官半职都会冇得做啊。点解啊？点解？自从我发梦嚟咗之后啊，我喺公子面前咩地位都冇。今次咧，我又想系立翻个少少功劳，攞翻少少地位。你都唔肯帮我，以前应承落你嗰啲荣华富贵、享福安乐嘅日子，恐怕冇机会实现啦。真系？咁我会呃你咩？不过，如果你叫我去做你，我惊啊！你使乜惊啊？我自然一早安排晒啲人埋伏喺茶馆入边。到時一定冇事嘅，唔需要驚啊！嶺南名花出谷黃莺，金春花於金陵茶館初試提升。會唔會係同名同姓啊？嶺南名花出谷黃莺。不過睇落個樣又好似好似咁啊！金陵茶館初試提升。可能係都唔定喎。洪先生，你去咁耐嘅，我等住煮饭啊！你哋翻嚟啦！阿六先，有啲嘢我想同你讲讲。咩事？头先我哋经过金陵茶馆，见到阿嫂幅画像啊，听讲阿嫂喺度卖唱啊。卖唱？真系估唔到，佢沦落到要卖唱。师兄啊！初头我唔系好信嘅，不过见到张画像真系好似阿嫂嘅。陆师叔，你冇咁难过啦。大家始终都系一场夫妻。师叔，或者睇错嘅，可能系。或者真的看錯了，你們做事，自己做自己事，不要站在那裡，好了好了。陆先，我哋一早就知道你会心软嚟见佢。其实见佢有乜用啊？佢虽然对我唔住，但系我哋始终都系一场夫妻。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我都唔想佢沦落到要卖唱。我谂住俾啲钱佢，等佢做啲小生意，唔好做埋啲咁嘢。咁好啦，我同钟米六仔喺度等你。
先走去见阿嫂，点知原来系个陷阱嚟，而家仲伤咗添。真系估唔到，嗰个贱人！你唔好咁激动啦，你哋攞啲药油出嚟啊！好。师叔，你觉得点啊？你放心，我冇事。系啫，咁你点出手咧？出手？出咩手？我哋接咗消息，和珅唔打算同皇上冲突，准备听日同文敬德去岳佛寺度静坐思过。我哋趁住佢哋听日起程嗰阵时，就行刺佢哋。咁我，唉，呢日都系我太过大意。唔紧要，你哋可以依照原定计划去行刺和珅。咁，我虽然唔可以去，但系我可以喺度。等你哋将佢哋两个人头带翻嚟。胡超啊，听日去卧佛寺沿途嘅安全，你要同我好啲安排啊。大人放心得啦，卑职已经喺路上面布置好人马噶啦，而且仲有几十个精选嘅侍卫护送大人。我都系唔系几放心。敬德，你认为点？阿爹，我睇呢层你无谓担心。现在连皇上都忌你三分，正所谓权倾天下，哪个不要避你风头？那就是。爹，你得安心早点休息。哎，好好好，你们两个都早点休息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你们两个做什么？我哋本来捉咗六阿彩嚟立功，你见到六阿彩，咁严明春呢？我本来利用六阿彩个老婆引六阿彩出嚟，点知佢居然有后着，俾周木六同埋唐千金救走咗。好，咁我就应该知道点做啦。我係個和珅啊，嚟我佛寺避靜啫嘛，都搞咁大陣仗嘅。行開啊！行開！行開啊！行開！走！乜唔系和珅咩？估唔到咧！大人，冇事啊嘛。一个不留。
咁鬧我哋大人！我身衫無法無天，我哋唔好放落去。立志爭先，不信七尺昂藏。若女子作榜样，幸合惊好强，杀间不退让。